成长故事，我是大哥哥。妈妈再见。小鹿老师早。小朋友们早。老师早。早。老师早。哦，怎么有这么多小朋友啊？他们啊，都是刚入园的小班小朋友，年龄呢都比你们小。以后啊，你们要多多关心小弟弟小妹妹哦。小弟弟小妹妹，走，我带你们去教室吧。好，谢谢大哥哥。哎，小妹妹，你怎么躲在这里哭啊？我想回家，我想妈妈。我想妈妈。莉莉别哭，妈妈很快就会来接你的。这里啊有好多好玩的积木，我们现在一起来搭积木吧。小妹妹你别哭了，滑梯很好玩的，姐姐带你一起去滑滑梯好不好啊？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哎，小七，谢谢你大哥哥。不客气，小弟弟，我扶你上去吧。还上来了。没有人陪我玩。小弟弟，我跟你玩吧。太好了。我是大哥哥呀，我是大姐姐，帮助弟弟和妹妹真呀真开心。妹妹你别哭啊，弟弟你别急，哥哥姐姐会帮你，真呀真开心。